因为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想说，台大有国昌老师是这样去把台大整个与时俱进的带领起来，那怎么样在其他学校，像高一的学校去培养出更多的国昌老师一样的学生哦，去为自己的学校努力的。开始的话，我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开始。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做自己是第一个的话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三就有四，这大家知道吗？冲进去董事会也是一种啊，选立委也是一种啊，选学生会长也是一种啊。我先跟学弟说，我都是有争抢的啊。现在就是有什么你会做的事情，可以提供点，就是建议点。不要让一个人坐太孤单了。所以我刚刚在讲话的时候，我最后才说，就是当你发现你在意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人在意的时候，我想要说的事情是不要灰心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我老实跟你讲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做生出的台大校友也是一样啊，不是只有教授觉得我们是怪物啊，连学生都觉得我们是怪物啊。就那群人就不念书嘛，一天到晚在那边闹，不晓得闹什么。我不如把我的时间花起来，躲在图书馆里面去准备考律师、司法官，比较实在一点。觉得通通都是这个样子啊，一定可以找得起。我的经验是很重要，它能够让你在很孤单、很无助、充满挫折的时候扶你一把。你说相互取暖有没有关系？本来这种路走起来，一定要有人跟你相互取暖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走下去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再提示我。